郭书瑶日前为新单曲《爱爱爱 Mr. Right》公开征选 MV 男主角，吸引上千位参赛者。今日选手现场展露才艺，进行最终决赛。而瑶瑶一身毛绒背心及短裤造型现身，可爱之余也露出长腿，小秀性感。谈到瑶瑶喜欢的 Mr. Right 类型，她笑称自己有点贪心，要一个外表斯文，一个性格阳光。更现场爆料出，早先答应曾合作拍片的李佩旭出演自己 MV 男主角。就是两种型选在一起其实还不错，一个如果比较斯文，那另外一个叫阳光。对，然后我现在一讲到 MV 我就想到李佩旭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有答应过他说如果我有出专辑有机会我会找他来拍 MV。 对，因为他在跟我在小资里面其实就是荧幕情侣嘛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答应他，后来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。被问及在 MV 中会不会有突破性表演，他直言吻戏会很尴尬，只能接受到吻额头，更笑称自己一直很期待有桃花，不排斥与 MV 主角擦出火花。担不担心？我不担心啊，如果有火花的话，当然你也知道我现在很期待我有桃花。对，希望有吻戏的部分吗？吻戏的部分有点尴尬耶。对啊，还是我们慢慢来好不好？我们先慢慢认识对方再说。亲额头 OK 啦，亲额头亲脸颊可以。嗯，亲嘴哦，不要这么快嘛。对啊。